11月25日，凶杰凯贾静雯将在巴厘岛补办婚礼。高圆圆和赵又廷本原打算一起参加婚礼，但高圆圆因护照过期来不及重新办理而无法成行。近日高圆圆在微博发文为好友送上祝福：最最最爱的静雯同学，虽然不能在现场，但是可以想象到你穿婚纱美美的样子，你的坚韧，你的爱，你的义气，你的付出，你值得拥有这世上所有的幸福。祝最最最美的新娘子贾静雯同学和修杰楷幸福永远，最最最爱你的圆圆同学。网友纷纷留言评论表示：呜呜，我两个女神这是什么好感情啊。最好最让人羡慕的闺蜜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